也比如说，各位今天来到万里，你可以把万里变成一个佛的世界，这边的人事物都得到佛的加持。你去过的地方，你去过的地方啊，你接触到的人事物，你要透过这个去转化。就像你身上擦的香水一样，对方一定闻得到，啊！现在年轻人穿得很时髦，他就希望你看到他身上会反光啊，有这个不一样的颜色啊。所以那一天我到一个地方，看到有一顶头发是五个颜色，我就跟那个雪莉说：“哎，雪莉买下来戴在你头上，哇，五方佛的头发呢。”他说：“这样不是很奇怪？不会，每个人都会看你，这个叫菩萨。你再解释给他听，为什么叫蓝色蓝光、黄色黄光啊？”他说：“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去唱给老人听，我们才戴。”啊，我说：“你唱给老人听，你就敢戴，就街上你都不敢戴啊。”所以，因为老人嘛，我们就要扮演成很卡通，让他快乐嘛。他平常都不笑的啊。但是所谓的菩萨，他就超越了，在任何时间，他就扮演济公无所谓了，啊，只要。所以各位，我想这一点，我们华人比较不好意思，佛法藏在心中，啊，放在佛堂里面，不愿意显现出来，啊。就像有时候我跟他们说，来，你请你讲话，我帮你录影，录影我就不讲，啊。因为录音讲不下去，因为你还有卡到这个，所以在这边，当然各位要一直了解自己，然后从这里面一直去为了利益众生，自求菩提。我有哪一些我执、法执各种的障碍习性，你要改变。那改变最好的方法呢？善知识，它就是针对你的，你喜欢 A，它叫你 B。因为就像某人说。师傅，我只喜欢读《华严经》。我说这种话你不能讲啊！你这样一讲，你就轻慢佛法。所有佛陀的教法，你都要喜欢，都很重要。其他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因缘能够这么深入，我们有惭愧心啊！千万不要落入这个个人喜欢，好像麻醉，用佛法麻醉自己。这个是你喜欢，又不是众生需要，重点在这边。所以，当然为了利益众生，像我们这个慈悲智也，应该是比较国际化吧，啊，比较多元化吧，而且不是光渡人，没人也无所谓了，啊，六道众生那么多啊。但我发觉还有一个问题，很少人天天跟天神在讲话，阿修罗道在讲话。各位，这个要练习，不要只修悲而忘了喜，慈或喜，因为这个天神有福报，你要替他高兴，这叫慈，让他快乐随喜，然后呢，再进一步让他离苦。所以你要随喜天神的福报，也不断的跟他们在说法。那个说法是，事实上。太简单了，你是个哑巴，但是天人要看的是你的心，又不是你的口才；鬼道要接触的是你的心，又不是你的口才。所以有些人冤亲债主为什么一直超度不了啊？虽然他外表做了很多善事福报，但是他那一颗心不能够让冤亲债主服气。最可怕就是这个事情，所以他会一定让你病，让你苦。因为你的心态啊，连债主都不服你，所以因为人性上的有一些霸道，有一些强势，有一些傲慢，因为做事情的习气还表现在这个习气表现在做事情上，在佛教的那这些众生不会原谅他就打着你越精进，他越让你苦。就像我认识一个出家人。啊，病得很厉害，腿也断了。那我也想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他的个性我知道啊。虽然很认真在从事某一件事情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却脾气很不好。
很强势，所以它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可怕的断裂痛苦啊，就身心不协调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在哪一点都要弄得很清楚。所以，当然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是比较利的那一种人啊，所以当然做我的出家弟子就比较累一点，干脆不要跟我接近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我认为这个就是修行，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各位找到你的问题，突破这些，你不能保留一个缺点，然后去做善事，那这个是一个福报，不是一个功德，不是一个波罗蜜啊，波罗蜜必须符合万法皆空的平等空性，无有分别的大悲心，广修善根，回向众生，而不是某一种善根啊。那这回向佛陀的智慧，要追求这个无上种智。那当然，我这样讲，如果我身上有优点，各位一定要学啊，这个是供养师父、供养三宝最好的方法。任何人身上的优点，我们都要学。所以，你父亲的、你母亲的、你兄弟姐妹的、你信徒身上的优点，你都要学习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没有进步的能力。当然，学校的教授，反正我是教这一科的，反正我这科讲好就好，其他与我无关，那就很可怜啊，很可怜。我是教阿含的，我是教禅宗的，我是教般若的。所以那时候正华长老也跟我说，他看到这些，他看到这些，他比较觉得比较难过，那学生也会只追求这些，我喜欢追求错，他就跑去南传国家；我喜欢追求不，他就跑去藏传的修行了；不，我喜欢这个，他又跑到哪一宗派去修行了。最后，整个社会就埋没了。为什么看不到？看不到毕业的同学在哪里呀？因为各有所的，这爱好。这菩萨没有嗜好，菩萨没有兴趣因为他是为众生而活。所以这个世界需要什么？你要去，就叫思维众生苦，升起大悲心，为他们而学，可以了。就像同样，我坐在这边，老实说，各位每个都要有这样子的，你要知道对方需要什么，你要给予什么，不是你想要讲什么，你想要表达什么，一切都是善巧方便，给你花，给你糖果，给你水，都是要引导你走到那个方向，对你有帮助的方向。当然，最大的可惜就是说，我们不能把这个听闻的法，真的用在自己的身心上去突破自己，突破障碍，突破自己就突破我执法执，不然你看不到那个点看不到佛性。简单的来说，就像我现在在这边做示范因为都是大家都自己人，我坐在这边，我很少有自己的思想，因为佛菩萨在加持你，这样而已。你要把自己全然的放下，进入佛菩萨，进入法界，然后呢，让它自然流露。这是卢须长老要求我叫自信流露。你不要一文解义，大家都很无聊因为这个课本大家都会看，解释本更多。但是佛菩萨会针对我们现在的需要，所以各位你要觉得。我们在这边，法师只是代表佛，为什么要把法师、上师当做佛，并不是法师、上师是佛。如果法师、上师那个时候安住在一个三昧的专心的阶段，那佛菩萨会帮助他。那法师、上师自己都得到首先的利益，因为这个法流入我的心，我才能够流入给别人。这个叫老实念佛，一心念佛，一切交给佛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我们帮他往生，是我们得到佛力的加持，所以我们自己也对阿弥陀佛升起了信愿，而让对方往生了，真高兴，自利又他利，
这里面没有傲慢，没有分别，包括你读经典一样。那罗旭昌老常跟我说，你不懂这个经典，你就好好的去观修这个经典，然后劝进行者。特别你在劝进行者的时候，你那当下开悟哦，为什么？佛菩萨怕你讲错话呢。啊，你要讲 A 是错的，佛菩萨就给你转为 B。但是动机很重要。但是如果你去讲《金刚经》或者讲《六祖坛经》，你只是想要凸显你自己，或是有所求，为了经济啊，为了学术高低啊，那当然你讲的都是我执法执，那就没意义吧？啊，所以在利他的过程里得到自利，你全然是为对方，希望对方能够体悟到《金刚经》的意义，《地藏经》的意义。那个时候，地藏王菩萨全然加持你的身口意。让你跟地藏王菩萨合为一体，这个就是三昧，这个叫仪轨，仪轨啊，不管是密乘的仪轨、汉传的诵经，都是一样意思的。每个人诵地藏经要诵到变成地藏王菩萨，那地藏王菩萨就在广利益所有众生。你诵普门品、法华经，那你就融入于这种佛菩萨的三巧功德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。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是香香妈妈，我是护华。香香妈妈好，护华好。护华，你有听过鸟的叫声吗？有啊，我还听过鹦鹉的叫声哦。哦，鹦鹉的叫声哦，嗯，鹦鹉叫声你听过，那很厉害咯。那鹦鹉叫声很好听哦，可是我好像没怎么听过。那听说鹦鹉会学人家讲话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而且我还喂水果给他吃过呢。啊，这样子啊，那你有没有听过秃鹰的叫声呢？嗯，我是没有什么听过，可是我好像知道，它的声音像老鹰，不过比较低沉哦。嗯，秃鹰的声音呢，真的很有特别的地方啊，就是呢，很低沉的，跟老鹰一样。那有一只秃鹰啊，它这种低沉的声音，它却想要学鹦鹉的声音呢。好奇怪吧？啊，所以呢，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咯，请看 ，Let's go。秃鹰唱歌。有一只秃鹰待在自己的房子里面，正发愁家中的食物已经吃完了。哎呀，又没有食物了，我要想个办法来找到食物，不然可怜的肚子一定会叫个不停的。于是秃鹰打定主意之后，就出门找寻食物去了。